这是一个我上了那个屁大的邻居在过校庆，哎，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怎么我就发给我原来在屁大的一女朋友，原来我挺崇拜她的，我跪在她石榴裙底下像马克思似的准备从她的脚趾一直吻起，她给我回了三个字，辣眼睛，不是辣眼睛，辣眼辣手辣妹妹。然后我就发给我认识了一个没上过这个学校，但是很漂亮很健康的一个四川女孩，四川女孩给我回了什么呀，完了，怎么会这样，哎呀，现在校庆，然后呢，那个紧接着我一姐姐广电总局的，什么都懂，每天都给我提意见，说我说这个不对，跟我说那个不对，怕我犯错误，然后也给我发了好多啊，比如这个是他刚官网说清华在硅谷跑马拉松，纪念校庆，硅谷清华校友就有20000多人啊，光在硅谷就有20000多清华呀。然后他说这是大陆的清华跟台湾的清华，我看了之后我说放屁，怎么放屁呢，这两个校旗颜色不一样，字体完全一样，台湾那个清华大学怎么会用毛体字呢，这是毛主席写的清华大学，中国有俩大学是毛主席提的字，一是北大，一是清华，所以这两个学校一直到现在跟别的学校不一样。虽然毕业，我毕业那时候第一个，你第一年挣46.5块，第二年挣56块，但是这两个学校是有人家别的学校永远追不上的地位。你看看，这都是毛体，然后我就说放屁，你还广电总局呢，你转这东西有什么意思，他给我回了一个字儿，眼睛真毒，眼睛真毒，跑步活动可能是大陆清华搞的吧，那你就不能说是，但是你给我这情报还是我第一次知道，我以前 只知道屁大毕业了都往美帝跑呢，哪知道光在硅谷你待着那个地儿，你闺女待的那个地儿光清华就有20000多呢，我是个照大象的，所以全靠眼睛，所以这眼睛看东西看得很累，把眼镜都给看坏了，然后我就滴那个新华社发那眼药，结果把你看我眼睛都裂口，现在血叫什么，血脉喷张叫什么，近疵叫什么什么近疵的，我这眼睛一坏我现在脑子也就坏了，然后我这眼睛都干成嘎巴，然后一弄眼一滴上眼药就流血，这眼睛流血这耳目就不管用了，不照相了，让沙和尚照吧。